着最左手边，一路看到右手边。我其实最胖的时候是天骄的时候，因为黄少杰说你现在怎么瘦得这么夸张？但天骄那时候你真的好肥哦，但很可爱。那时候快60，现在52，我现在是瘦到连戒指都变浪嘞。哇！这个两位的最左手边，一路看到右手边。来，一起森哥这边，两位视线一起给森哥来一个共同的视线。大家到时候看会很激烈，但是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演，是可能角度啊什么之类的。像我觉得他教我一个最神奇的地方是，我要抓他头发嘛，抓他头发过来要打他的时候，我其实手只是让他放下去，然后祖平哥就自己啊啊，好痛。他抓住我的头发，但只是用手含着我的头发、但我用我的手抓他的手，我自己做戏。他做那个戏真的都很准很厉害。不然我跟你讲，你一个镜头可能要拍3-4次，我马上就变秃头小明啊。你是希望看到我们现在打起来吗？你说私下吗？我没有办法哎、不行，我私下对他我会有星星也冒出来哎、我觉得他的属性是 M 哎、对，他一直说我 M， 他说你不要再看到我在笑了，你不要再看我在笑。可是对，因为我跟他讲说，我说你要给我入戏，你看到我就因为我是害他家破人亡的人，看到我要恨啊！你怎么每次看我就对？我说收起你的牙齿。我其实最胖的时候是天骄的时候，因为黄少杰说你现在怎么瘦得这么夸张？但天骄那时候你真的好肥哦，但很可爱。黄少杰当面这样跟我讲，那时候快60，那时候很圆。就是有肉，那时候算有肉。现在52，我现在是瘦到连戒指都变浪了。